哇，这牛逼了！哇，Hello， 早晨大家好，今天起个大早。在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去看我上一支影片，就是人生遥控器，有没有？想一想都非常的激动。人生遥控器可以让大家留言任务啊，让大家留言任务，然后去完成。想想就好激动，可以去完成大家留言的任务。好冷，今天去参加一个索尼的活动，堵车。今天一大早起来就堵车，堵了一整条，连桥上都堵了。我们到西湖宾馆了，我们来还算挺早的哈。展示区在这边，这边也有啊。只能进入几秒，500帧。放大眼完以后，它会有好多。然后啊，手动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买一台？然后就是这个路的画面，可以在这上面看到。就我们现在上完课了，准备去吃饭，然后我们都这个租了单车。小吃店好像还不错的样子，我们要往里面走。这种东西就你拍多了，经验就有。你可以把这个辣的进行保存啊，高光啊，中间调可以去光，把那个辣子先倒进来啊，我要导入辣子先。这边我全部都军火库里面看到。这收藏多久啊？2008年。不久啊，也就两三天。为什么你这样同样的相机要有这么多台啊？为了研究这一台啊。所以要买很多来研究。大家也没见过这个是什么，其实我也是刚刚知道哈，这个是这个非常早的时候相机的这个美光灯泡，你们看到它很多啊，一排，可是每闪一次，拍一张照片闪光灯闪一次就要换一个灯泡，有没有？可想而知以前的摄影师啊，好辛苦啊，换胶卷除外还要换灯泡。哇，有没有看到这款是这个爱克发，不知道大家还知不知道这品牌哈，爱克发卷片，然后拍照。然后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美光灯哈，闪光灯泡就是这样子，它这个盒子是不能打开的，我一开始我以为是一个一个一个的闪光灯泡拿出来的，它这个里面一共是有8组的闪光灯，然后每照一张照片它的闪光灯就用一颗，闪一次就不能再用了哈，单次的。所以说这里是可以拍8张照片带闪光灯的，然后把这个闪光灯插在这上面，然后它这因为它是有烫粉有正负极，然后这后面有指示，然后就继续这样子咔嚓咔嚓咔嚓一张一张的拍完8张，这个就要换掉，就要拿一包新的，有没有？这个太神奇了哈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其实这 U 盘，这不是 U 盘哈，就觉得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的这个间谍机。哇，真的能看到啊。哦，这里是快门，橘红色这个快门，我按一下看。哇，偷拍神器，是间谍用的，插进去再扒开就等于说下一张了。它在抽开的时候，抽开的时候这里就有显示张数了。它这个这种美光灯可以一直闪，
一次啊，也是一次啊。你看，用完以后，你看，马上口袋掏一个出来。第二站，用完那一再泡就扔了，就扔了。用完一次，马上捏，随处一捏，巴拉捏一下，然后再拿一个，转个侧面我看一下。啊，底下直接联动。哇，骚货！这里对焦，这个现在看不了。哇！哇，这个扳机啊，感觉还不错啊，感觉还不错。这个老毛的，老毛子的。站长，我明天帮你买胶卷，我们明天东街口去扫街吧。拿出去会被扑倒了。知道怎么打开吗？不知道。完蛋，我很怕打失败，我很怕打坏掉了。不会。这个一百多年没坏，就不会在你手上坏。跟他讲话夸，这是镜头盖吧？我一看懂了一个这个，这里头胶卷不是，这里面放一些那个烟丝啊什么的，是烟灰盒，对，烟壶。我一直认为它是相机，其实它是个烟壶。嗯，照相机结构就是这样子，非常简单。那就间谍机了。这个也是有百年历史。那这台也是，它这个，这也是，这也是八毫米的，八毫米的胶片。打火机，我要把这个打火机拍一下。这么大的打火机，有胶卷盒，哇，好像 M4 的弹鼓。啊，八毫米的胶片，这边上条。难得有上万，然后快门。哇，哎，这个好清脆。哪里啊？拖出来，这里有个钮。开发出来是用途是。我的手就这么大。便携机，这个就民用便携了。民用便携。对。这好像 U 盘。这是打火机。哇，拿个真的打火机对比一下，你看，这是怀表。好小个。看窗户的左边，我看在城市里的时候啊，我看右边先踩点啊，可以看清楚了，毛玻璃啊，那等于说直接挂在脖子上拍，然后要盖起来的时候直接盖起来，要盖这样盖，这个取下来啊，设计不够科学啊。快门找不到啊，在这里蔡司第一颗广角，25，最近对焦距离0.24的光圈，非常先进。莱卡，这假莱卡，以前仿的，几几年的时候，大七十年代的时候，太棒的工艺，哇！这种胶卷是用什么胶卷？135，就最常见的。所以说现在就还能拍吗？居然还有纳粹标志，有没有？这很难得，第一次见到。洗的地方不多了。又来准备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嗯，好，知道了。牛，好看，太棒了啊！来看一下里面构造。来，我们来听一下这个50年代的声音。然后拍完了，我们来审片审一下。很好，刚刚这条还不错。好，这条过，翻译师过来，来导把片素材导进去，我们看一下，导演组看一下。慢慢剪。对，这也是八毫米的机器哈，八毫米的这个胶片，然后放在这个八毫米的电影。放映机的导演，你能不能专业一点？西部传奇，哇，西部传奇。OK， 我们什么时候下次组织看片会？